换了个地方，那边有灯光的地方全都是人哈。这边这个地形更加险峻，八爪鱼啊，哇塞，哎呦，秃墨汁了，一只迷你小八爪。哎，这里，哎，刚才这边还一只呢，跑了吗？这么尴尬的吗？不是，应该还有一只哈。哎，这边又来一只，你给我上了吧，三老弟。两只哈，这边应该还有一只，水太红了看不见了。啊，在这里，哇塞，秃墨汁了，三只哈。来，给你们看进来的收获，两只赤眼红。好了，接着抓货了啊 ，go go go！ 这里这里呀，哎呦我去，海螺，你看这肉呀、啊，这个地方，滑竿，哇塞，隐藏的倒挺深的，来了，这里又来一只，哎呦，上来，三老弟，收获，发现一个好玩的，这里有个小泥罐，看到了没？哇塞，这里面有个啥呀？这里面有个什么八爪鱼啊，我用夹子，我用夹子给它夹出来，你给我出来吧，这老弟来，手脚便利，你给我出来吧，小小老弟，收，这里海螺一个，哎我去，这里又来一个，这个地方不大好抓，特别危险，你们看不到吧？哇塞，这个也超大，哇靠，这个都有老年斑了，这个抓螃蟹的话一定要讲眼力啊，这里又来一个，眼力一定要好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你下来呀、啊！哎，你不下来，你让我咋整？行了，这一桶就是这样了，没地方放了。我去，这个好傻，这个不过这个超大哈！我的妈的，这个不得七八两！哇塞，哼，你走吧，哼！哎呀，我靠，这个好大，这个收了，行了，这来这一桶呢，今天就这样了哈，哼哼。